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。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，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，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感到紧迫感。